所有的贵宾跟队员都会进进赛场当中莅临指导，让我们的会员大会倍增光彩。这样在此献最诚挚的欢迎大家与感谢。我们工会是以服务会员为宗旨，也是我们工会与所有的同业协会、政府单位与民间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说我们在一个建立的更好的平台，让我们同业协会能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上半年有一些备案上比较延缓，但是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在市长的一个鼓励之下，我们台中的备案量急速的上升，代表我们建筑业欣欣向荣。也很感谢我们全国联合会还有省联合会的理事长，还有代表全体的各工会理事，理事长为我们争取很多的权益，希望说全体会员能踊跃的参加哈。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市长特别指派文发局理事长来参加今天大台中不动产商业有限公会第十一届第二次的会员大会。工会在从事公益向来不落人后，那市长很重视，我们社会局局长还没有到现场，有公托公用，还有我们对于整个空屋等等，因此我们荣获我们新闻协会我们全国第二名的幸福城市。那也感谢我们王理事长、各位监事及会员同业会全联会的指导与全力支持，特别是王理事长对天工的建言，我也代表全联会特别向王理事长致谢。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我们大台中工会第十一届第二次的会员大会哦，怪激动啊哦，大台中工会决定在伫个清水区来举办哦，啊我坐游览车哦，我坐个礼拜清水区哦，我感觉讲哦，新气候诶，啊是气候诶组哦，够侪啦，介是一个哦新鲜的城市啊。不是，我就跟你报告哈，陈主刚，我第一集在那边陈主刚讲的，其实我长期对地方非常关注，包括我在担任镇长、区长期间，我们整个台中港地区非常多的这个土地的一个重划、土地的一个各方面土管要点等等的解套都有我努力的身影。本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增加建设蔡正文，今天代表理事会向各位报告本会108年度理事会工作事项重点。理事会报告查本会108年度税入税负结算书，将109年2月19日第十一届第三次与监事联席会议审查结果全部相符无误特此报告。发布公告。
嘛，还是泡一碗哦，装精神哈。这个是第一件嘛，还是两个都让他陌生啦吼。啊，不过吼，我来真拍拼吼，努力吼，啊，有足侪所在，感觉甲大家多多学习啦吼。因为我要对我们工会表示敬意，也表示感谢。因为今年的疫情的关系，工会要捐100台平板给我们台中市的学校。这个空前盛大，这是我第一届来参加，嘛看会到咱的黄理事长要带领着咱700-800间所有的不动产的专业业者会员，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